1070年，然后开发人员聚集，他说这里面，好，请注意哦，他说这里面已经有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档案的，就是当你在执行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哎，怎么会这年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年不见了。好，那当然先取消，结束我们这个档案，我们就可以先关掉了。好，先关掉，不要储存，就不要去破坏它。1070有问题，那其实你要去看的是1080年。我们来看1080年，1080年它变成是这样子。为什么它会变成是这样子呢？因为它是错的，所以我们要先叫出1080年来去看一看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，1080年，所以这边这12个档案全部都删掉，然后重新打开1080年的 raw data。你看，就是它原始资料其实真的会变来变去。好，我们先看它的1月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中华民国108年01月，很正常吧？很正常，但已经不在 G2 了，而是在 I2。好，那如果这种情形，你都希望它在跨档案之间直接解决掉啊？我再教各位一招，这是可以做的。这绝对是可以做的，就是说，我就直接把这个 G2、H2、I2 都连起来嘛，不就好了？也就是说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这个聚集编辑，我把原本我是不是只有写到这个 range 范围的值，只有写到 J2，可是它现在变成什么？它现在变成是 I2，那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内容复制，然后前面写贴上，然后 end，把这边变成 I，也就是说 I2 里面的值。如果它是空的也无所谓啊，反正你是要粘起来。好，粘 J2 里面的值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去看一下啊，对不起，我这边必须要先储存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档案里面，随便你不管1080年在哪一张工作表都无所谓。然后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执行。哦，他这边。他不让我这样子粘，他如果不让我这样子粘的话，那我就只好把这边删掉。就是从1080年之往前推的话，它是写在 I2 而不是 J2。好，所以我就先储存，然后关掉。好，现在来去执行一下，因为记得，哦，不是，它不是这个问题哦，它是，1月的时候它在 I2，2月的时候，它。又跑去别跑跑到1月的时候，他在 I2，2月、3月，咦，怎么会突然某一年跳掉，某一个月跳掉？反正就是他后面才到 J2，有看到啊、哦？10月是 J2，9月，它也是 J2，8月，它也是 J2，7月是，6月也是 J2，5月是啊，
五月开始它都是 J2。 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我只认定它第一个月，我只要 I2 的这个内容就好了，所以我的开发人员，开发人员只要写这个 I2 好，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这个资料，我关掉1080重新打开。好，然后开发人员聚集执行。那我们现在去确认一下刚刚的这个婚姻生死，1080是不是这边就有年了？